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学满语》，原著靳可兰，朱可松。谢谢啊，对，好，谢谢。谢谢您啊，确实今天朋友圈都挺热情的啊。啊，这么三对演员，大伙儿看了这么两个钟头，哎，我都替你们高兴啊，我替你们觉得这个票钱花的值啊。这个演出也很少见啊，一般这种演出的票价都很贵，你也就三对演员六个人，那都是大型演出，很少在小剧场能碰见这种演出形式。那么你想，三对演员一块出门演出的艺术形式，有一个叫相声有新人。那么那三对演员，谢金、李鹤东、张潘、刘全淼、孟鹤堂、周九良，您琢磨那票价多少钱一张？那么你大几百一张，上千块钱一张。那么你还有那个好多的配置，一个德云三宝，德云三宝听过吗？都听过。德云三宝那也是，哎，有那么三对演员。但是德云三宝呢，他分 A 组还有 B 组。但是 B 组暂且不提，A 组的配置相当的棒。A 组都有哪三宝啊？大宝、二宝、三宝。这三对演员跟宝贝一样，真的相当了不起。你想，那个票价也不便宜呢，不贵，也得几百块钱一张啊。找那三对演员他了不起呀、啊。是吗？你比如第一对啊，稍微可能知名度差一点的，比如刘鹤春、关鹤白。不用牵强。没有关系，我知道你们不太熟悉啊，我没有没事，只要后边那只演员叫相对而言强一点的，来一只，聊这个冯绍洋、杨鹤通，没事没事啊，这不是重点，这不是重点啊，只要最后一只演员特别的了不起，太厉害了，有机会大家伙一定要看一看啊。第三对演员叫靳鹤兰、朱鹤松。这是谁啊？就是我们俩，正是陛下。那么基本只有这种配置能出现这种啊演出阵容，但是像今天来呢是特殊情况，哎，啊，每对演员只能说尽自己所能多说一点，对，对得起您花的这张票钱就可以了。不要认为您说往这儿啊花个二三百块钱，哎呀，看这么几个货色啊，这张票钱花的太亏了。其实哪对演员都不差，对。都出门演出去，只是我们今天来说三对演是我们仨留下来的，没有别的演出任务。你先拿我们哥俩来说，今天这三对演员当中，我可以说我们哥俩是名气最大的。你们可能是不太相信，你们可因为你们发生这种质疑的原因是因为你们了解我太少了。我的商演也是特别的多，各大型的演出咱都参与过很多。那个人我去年前年那演出那个场次真的比他们多多了。对你德云社这些角儿们我们都跟着一块出门演出过，很多明星我们都跟着演出过。对吗？我们德云社最有名气的演员啊，郭德纲郭老师，郭德纲先生，我们都跟着一块儿出门演出。哎，我们郭先生都有照片。是，你跟观众朋友说这些的目的是什么？炫耀。你跟人家有什么可炫耀的？对吧？咱们出门演出跟师傅有张合影，不很正常吗？很正常。对吧？虽然说。我师傅演出的，他的那个助演的演员，不是说谁都能行的。哎，不是那样，很挑剔。哦，对吧？大伙儿对商演有了解的，他就一定是固定的演员了。会不会有一对固定的？我说他我就激动啊！有一对特别固定的演员，高峰高老师，对吧？你剩下那两对演员，那都是精兵强将，不是说德云社这些演员都有机会能跟郭老师一块演出。别看都是徒弟，那徒弟也分三六九等。我们哥俩属于那个九等。为什么最后一个
上来，对，让各位久等了。真的，我们哥俩在那儿演出，你看我师傅一介绍，你从他介绍徒弟，你就能看出那个主次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是可以看出来的。那语言说出来的就不一样。对，有的呢一介绍，这是我的爱徒。啊，你们都了解啊。看错没说就一个爱徒了，您一介绍，这是我的儿徒。哎，你们是我们内幕的吧？这都是。再往后介绍就差点了，你再往上有这一介绍，这是我的徒弟，就很简单了。再有呢，啊，那也是。我们哥俩，哎，那也是。轻易不敢喊我们哥俩什么，压根不敢喊，喊错了多尴尬。那你外加上岳云鹏，岳云鹏，我们师哥岳云鹏，嗯，我们也跟着一块儿出门演出，还有他那个伙伴孙悦，这个都熟悉，我们四个人一起照相，我们哥俩站中间儿。咱干嘛呢？照相。咱俩站中间，他俩站两边啊，这不就肉夹馍吗？给咱俩夹中间吧。这演出有很多，当然剩下的角儿们咱们不一一列举。哎，不再一一进行赘述了。对，都参与过。参与的，很多。您如果说到这儿，您还觉得花这200块钱吧？您说觉得不值？不值。我再给您举个例子，他这个人呢，非常喜欢举例子。你要不相信，他可以一直举例子。我是为了大伙儿觉得不错，觉得花的值吗？哎，他是一个非常喜欢举例子的。每年德云社都会有一个封箱演出，就是从那一天开始不让你再烧香。对。现在你赶紧收拾收拾去世啊。什么叫做封箱？你得给大家解释明白，大家听一头雾水。封箱哦，什么意思？这是每年呢最后一场演出啊，这是根据京剧哎演变过来的。那为什么叫封箱呢？这个箱子封了。我看你封的，你给解释啊。人家成衣服的大衣箱人就合上了，哦，封起来，有一个封条封起来，今天就不演出了，别汗把他汗死，有病啊。其实封条贴上就是证明今年的演出任务已经结束了。哎，再演出我们会有开箱演出，对，过几年再开箱。这是不怕冷的，就是选一个好日子再开箱。每年德云社的封箱演出在小年，小年啊，那么小年那一天我们都有封箱的演出。哎，去年封箱演出零排的票炒到了20000块钱一张，这都疯了，多可怕。你就这么想，在这儿你花200块钱看见的是我，是在那儿你花20000块钱看见的还是我。关键就是实际就是这个太便宜了。您在这花200，他给您说两段，要花20000，我们哥俩10秒钟就走过来了。可能你不太了解这个10秒钟的概念，因为每年的封箱演出的第一个环节呢，就是一个维密走秀的，就是把我们围起来，非常秘密的一走，过去，有这么一个维密走秀的环节。对，大画展示的，每对演员都得溜达那么一圈，哎，都得假装精神往前溜。让大家伙看见德云社那么的辉煌，哎，一对一对往上走，真的好多人。那个场合，说心里话。那是咱不想演吗？那是不让演。我到那儿的任务不是演出，吃盒饭去了。我也有我的作用。你的作用是什么呀？以壮声势。哦，什么声势？那场合缺不了我，知道吗？啊，你是电波。场合缺谁都不行，是吗？那场没有我，没有我谁跟他在那儿？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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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没有我，尴尬死。
会。多优秀，大明星。那皇上在这儿，四日清晨，我辞去了老高命啊。哦，现在观众也会了。哎，镇守住这片热土。哎，用不上这俩字儿，就是天天上这上班的。他说自个儿还挺高大的，这不上这上班挣完钱就回去了。我还从这儿想干点什么呢？那你要热爱你的工作。哎呦，非常热爱这门神职艺。你就说德云社出名这些角儿们，哎呀，人家付出了多少的努力，多少的汗水，他们付出了很多的汗水。我这么爱说话，你不说付出了汗水吗？就是付出的辛苦，他们付出的真是太多太多了。还得像人家背那个节目啊，哎，琢磨那些段子，对，这都是背后人家研究的，他们都是在台下琢磨出来一个一个非常精彩的小包袱。说心里话，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，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。你觉得我说的这句话，他们哪个字听不懂？干净人至于，那我也不能一直嘴里不干净啊。这就是你说的话，让大家都能听明白，都可以明白。你不要这么不自信啊，知道吗？你一定要自信，就是说出来，大家就是说错了，你还假装没说错，就那种感觉，说错了，你压根不理。不是问题，我这句话没说错，对，没说错，对不对？对，没说错。
表演肯定很难，而且好多的朋友反应能力比我们也快，那下茬接的比我们都好，真是。为什么您从事不了相声这个行业？你没有大腕儿。大腕儿是一个标志性，咱有这个。一身大褂基本得两，像我们两身吧，一个做一套嘛，一套这得2000块钱吧，差不多，2000块钱，啊，我掏500，对，我也掏500，对，为什么你掏500呀？你费料子呀！哎，我花了1500，我能花500？你要李红一跟陈九福那大褂，陈九福就花200。那我们都得做这大褂，但大褂是标志性，这是我们相声演员的服装。对，你要说过去老年间其实就是变装，就是他们进行变装，居家穿的服装，哎，在家里边穿大褂，就是普通的，相当于现在的运动装，穿着行行行，对。他不摔死你！全好病了，他当着好的起来了。你过去老年间那个人们，他不都穿这个大褂服装吗？对，都穿大褂。他不是相声演员才穿大褂。对，普通老百姓走马路，你看那些年代戏，都是穿大褂。对，您看看那个年代戏，那个讲述那个原始人的那种年代戏。当着我穿大褂，怎么了？人家穿在当时的服装，对，就这个就属于现在的普通咱们老百姓穿的衣服。哎，我给你总结一下，就不用，不用我给你。行了，这样吧。所以他上台也穿着普通的衣服，对，也穿那个。随着时代的演变，现在就变成标志性了。哎，这穿大褂，这是相声演员。一定的仪式感。对，其实也并不是，穿西服也可以表演。哎，穿什么都可以表演。哎，穿了一些潮牌，穿着旅游鞋，你也能上台。对，没有这么多的说辞了。哎，你看我后台领导管不管你？还想穿点什么呢？就是一切的服装都是为了这个演出服务。为演员服务，对，这话对，真是啊！我怎么聊到我跟你聊大褂儿干嘛呀？咱不聊语言吗？咱聊语言的魅力。我怎么聊得这么跑题儿呢？现在让你跑题了。最主要的就是说话，说话聊天儿。你简单来说，演员在舞台上，嘴里边不能有方言土语，方言土语是大伙听着非常的吃力。对，你好多听不懂。你像今天来说，应该有外地的朋友吧？外地的朋友有吗？有。都哪里的朋友？天津。天津什么呀？山东。哇，都是天津的啊。河南的。山西的。山西好。山西，你过些日还回去吗？啊，赶紧回去，过两天咱们三宝 A 组有个山西菜。对，就在7月13号。对，山西的，包括还有河南的，包括天津的，我们是天津人，从天津人。其实这些年我们商演也有很多，我去过河南最多。河南。对，其实天津讲究吃，哎，我到当地都爱尝一尝当地的特色小吃。哎，美食啊！又到河南了，尝一尝当地的特色，比如说羊肉泡馍。啊。有机会大家伙都可以尝一尝。这样啊，像这个可以上河南吃羊肉泡馍呀？不让吃吗？让吃，羊肉泡馍西安啊。行，那玩意儿在西安，那是最正宗的，是不是啊？你到河南得吃当地的特色美食啊。特色是什么呀？麦当劳啊。外是吗？外是。河南的麦当劳跟北京的麦当劳，哎，口味一样。哎，你说这俩厨师相隔这么远，哎，想到一块儿去了，他做出来的东西就很一样。哎，你说咱们名字中间都有一个贺字，这父母起名字的时候。不，这不是艺名吗？这不是，人家那是连锁店。哦，我这竟然是一个连锁店。连锁店。当地，比如黄河大鲤鱼，
包括烩面，这当地有特色小吃。哎，一到河南我们就烩面了。别人演员在台上，我们就说最简单。别看我去过这么多趟河南，是为什么在舞台上我不说河南话？为什么呀？不会，太专业。没人会，尽量不说。不要说了，我们有专用的语言，普通话。普通话，对。而且你像我们德云社现在遍地开花，对不对？东北有剧场，哎，东北呀、啊。其实现在好多演员在舞台上，其实会说一些东北话，哎，都搞一点东北的幽默语言，对吧？宝哥，苏和宝老师，苏和宝，张老师，这俩都是地地道道东北人。你听别说啊，不是，这是河北人啊，这是河北人。宝哥是东北人，哎，那是东北人，这是东北人啊啊，人家在舞台上可能说东北话，哎，得心应手，哎，既得心还又应手，家乡语言，而且东北人说话还特别幽默。哎，东北人生性非常的幽默。你别说吧，我在第一次去哈尔滨，我有打车的司机都特别有意思。我们上车跟司机也是闲聊天，司机也是问我，哪人的兄弟？不过是哪里的人吧、哦？我说我们这哥俩是天津人。哎呦妈呀，妈天津人，妈天津人坏了。老大兄弟，我说今年27了。哎呦妈呀，27了，我儿子34了，咋看的比我儿子都老呀？你咋的？但是人家可能是一种开玩笑的方式，一种诙谐的手段。对，在舞台上简单的呈现一下就可以了。哎，表演一下。舞台上不能说整场节目都得说这个东北话，那不成。哎，那不可以，还是普通话必须的。但是好多的方言土语我们要留，我们也得研究研究。还有一些比如渐渐消失的语言，什么呀？比如过去离咱国家离现在最近的一个朝代，有称清朝。清朝。清朝，那过去说什么呀？满洲话。说的都是满语。演员来说也得掌握一些满语，也要学习吗？你保级舞台上你用得到哦。您对满语有研究，很熟悉哦。那您教一教我满族话好不好？你想学满语？我太想学了。那我得先问一问你，满语听过没？听过。学过吗？没学过。会吗？不会，一句都不会。一句都不会，那就好办了。哎，一句都不会，你就是一张白纸。哦，我教你什么，你学什么。我就是白纸了。一会儿我就唐风。哎，你一张白纸，我教你什么，你学什么，这样你学的快。哦，我接受能力要快一点。对对。啊，这样，咱俩得一问一句。那怎么着啊？还像刚才表演的。咱们给大家整一个小品。一边表演着，你进入你的角色当中了。好，对话聊天你就全学会了。哎，咱们进入那个，这叫语境。对。现在这样，咱得过去啊，清朝讲究是八旗子弟。八旗子弟，咱也在齐。在齐。过去八旗都了解啊。哎，赤橙黄绿青蓝紫豹纹。不行不行。哎，这八旗子弟，这看着太晕了这个。哎呦，红黄蓝白呀、啊，正四旗，相四旗。猜对了，这为八旗子弟。八旗子弟，咱单挑两个旗。为什么呀？也在八旗之里。哦，保旗在座，真有那个在旗的朋友不合适。哎，说到人家这个旗的人心里有一点不痛快。对，这样子你来个满洲正绿旗。正绿旗，正绿旗，这好看，好看。嗯，啊，绿还不好看吗？要想生活过得去，这不来个绿旗，人家那个在旗都，比如说皇上关系，你这跟媳妇有关系，不骄傲吗？我骄傲，换一看我怎么样？哎呀，行，这就无所谓，来一个绿旗就得。行，我来个正黑旗。正黑旗，挑俩就得了。好好好，再给你起个满族的名字。满族名字太棒了。你现在叫什么？我叫朱克孙。对不行。朱是明朝，哎，这个姓氏在清朝不行，对吧？在明朝，朱元璋，对对对，那是魔姓。哎，你看、啊、你这样，在清朝的时候，他好像姓黄，汉姓，汉姓，他们那个电视剧都演、黄三玉，对对对，你也姓黄，我叫黄密吧，我叫什么？叫你什么？什么？叫黄密吧，黄什么？就是黄焖鸡米饭，黄焖鸡米饭。看你这个眼神，你貌似对这个名字不太感兴趣。哎，我太不喜欢了。我叫沙县多好。不是，你沙县没有黄啊。啊，不行，你得满族名字，就那个名字，你让大家一听就特别满族。名字没有满族啊？对，没有满族感。那就是爱新觉罗。爱新觉罗。
行吗？行。这是满族的信儿吧？爱新觉罗，康熙皇上爱新觉罗玄烨。对对对，对吧？对，咱了解啊。那么你念爱新觉罗，你爱新觉罗吗？爱新觉罗光，我说了这么轻声细语，你都听见了？你耳朵最近怎么这么好？行吗？那不行，能行吗？叶赫那拉，叶赫那拉好，叶赫那拉屎，你觉得行？你是不是太喜欢这姓后边加一个字？对对对，您好歹得来俩。就是一叫一见面叫慌，哎，那叫屎，挺好的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行，扭轱辘，扭轱辘好。问扭轱辘是啊，扭轱辘憋三儿，对对。俩字最好扔到一见面憋三儿，扭轱辘直接来一个活溜。哎，不行啊，这在天津用啊。咱这个呀，学习这个满语跟起名字之间有没有关系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非常想给你来一个塞梨，这是给我一天没有关系，咱们赶紧学，好进入角色。我已经进入角色了，那咱俩开始表演，开始了。你打电话来，我打电话来，这就是马路。行，马路见面说话聊天，哎，可以吗？好好，来一回啊。好不好，这是哪儿的
白再来骗我。这是满族话啊！问你干什么去？啊，矮白菜干嘛去？我说什么呀？挖七哥掰水。挖七哥掰水，不能这么说啊！这是不定谁死了，是不是？我得说，挖七哥掰水。我溜达溜达，哎，我溜达溜达。明白了吗？阿哥，阿哥，阿哥三亿，三亿，我怎么三亿？三亿，八千哥买的米。你心里放心，你分不到三亿。我给你找你娘去啊！你就跟个外国鸟似的，现在。这是当地的一个语言哦，就是最高的一个问候，是最崇高的问候了。你还有你一句回答，我说什么呀？欢迎拉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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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说可不行。我得说欢迎拉库。棺材已经预备好了，这还不行。哎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！火已经给你点上了，我越来越过分了。你得高兴、开心、多高兴、兴奋，就一种走马路捡到钱包的感觉。哦、你好，比如说走马路捡钱包，捡吗？啊，捡吗？哎呦，我太高兴了！你看，有一钱包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有一千万，一张的，跟着我一块儿烧走了，这是过节。千万亿张的吗？支票哦，这是一张支票。高兴开心，陡然而富，朱鹤松有钱了。他解开钱包，哇哦，一支票。哦，回来不？回来不？也就这意思，太意思你也不会太心香，反正要保持这种感觉。哎，我这种感觉已经保持非常好了。前面一个差不多，打过来一个，可以，打过来，哎。阿哥，阿哥，我们三亿，三亿，我们三亿，三亿，买的，八千多，买的米，一分不进，一分不出，三三六一，快点跑，快点跑！就说人家这个嗓子，真要说没在宫里边待过，都没人信。不是您等会儿，我这个嗓子还真的挺尖锐。有问题不知道。好的东西，人家这个捧哏演员学的就是比逗哏的快。我说话，听我说话，干嘛呢？听我说话行不行啊？我有一个小问题，你还有什么遗言吗？你交代。这遗言呀，就是我说的，跟我遗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想问你，就这倒数第二句，快快看看，这什么意思呀？什么？你都不懂这什么玩意儿？刚才你说这个，哎，哦，你就问这个，米其林不？米其林不？不不不不不不，零。对对对，啊，那是最高的一个问候。这什么意思？你给我翻译成这个汉语，你给我说一说。买一下，哎，但问题是什么？就是它是最高的一个问候。对，为什么我不告诉你？为什么？因为每个人对于问候的理解不一样。因为他是区别。对，因为有的人可能听完这个问候觉得很高兴、很开心，有的人可能会生气、着急啊。不是你属于哪？我不生气，我不着急呀、啊。我怕你生气着急，你万一一会儿拿着大鸡腿你打我怎么办？哎，这样我就告诉你，您告诉我什么意思？我要生气着急，我是你孙子。什么？我要生气着急，我是你孙子。你咋这么说呀？早这么说，连黄油拉裤我都告诉你。告诉我呀！你不就问这个比基尼、比基尼、不不不不不不不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呀？把你过继给我当儿子，愿意吗？这什么？生气，生气，生气！你是孙子，当儿子当孙子你跳一跳。那黄油拉裤，黄油拉裤呢？对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愿意再多说一点，再来一点啊！不爱听的呢，我们就小点声说。
要说一说。毕竟都回来了，不说也不合适。太对了。其实每天呢，我们演出都是有一些时间的规定，到点就得结束，不能演太晚了，对吧？其实你按理说现在，那么你先看一看表，我们应该是正常是四点半。四点半结束，准时就必须要结束。为什么呢？要不结束？那不结束就再说会儿。那怎么办？按理说应该是四点半结束。对，您可以看看表，现在都几点了，对吧？我们就这人与人之间就一点信任都没有。我再给你们机会啊，几点了？两点。我给你们个台阶，你们就不能给我们台阶。几点了？哎呀呀，我跟你说，这些真是这些
包袱可以不堪入耳啊。包婚包袱那天，哎呀，就是这种媳妇儿啊，这种婚的内容，咱尽量也躲开点。咱们不说那个东西，咱只是尽量避免，达不到杜绝啊。杜绝，对你保定在台上，你张嘴你说话，哎，想到哪儿说到哪儿，哎，而且我们还老胡思乱想。他不像有文化的人，一张嘴，对吗？出口成章，哎，做不到出口成章。好多表演，这就是看两个人默契程度，对，搭档之间就是同行内角。我还不干。这边的朋友睡着了已经啊，想跟你们聊点高雅的吧，你们也听不懂。我跟你们聊点屎尿屁怎么样？通常那点互补的一个关系。行了，不用讨论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。哎呀，那好。就是关系搭档的默契，默契跟两口子过日子是一样的，哎，都是这样。而且你像我们现在好多演员。都是结婚了，对，包括像我来说，家里也有孩子了，哎，但是你不能说太不文明的东西，嗯，太过分了，自己难以启齿，哎，自己说出来都觉得是面红耳赤啊，哎，啊，慢慢的，你说天天这不让说，那也不让说，创作又创作不出来新的作品，对，其实压力对我来说很大，压力真的实在是很大，一个多钟头，我搭档就这种方式。但是这款戏的观众特别喜欢。同样的语言我说出来，哎，鸦雀无声，重复一遍，哄堂大笑。你说出来没效果，再说一遍看看还能不能笑。特别糟心。像好多的演员来说吧，都是生活当中，哎，给自己培养点小爱好。对，人的压力太大，容易崩溃。我不像大家伙似的，您说我现在，哎呦，我这工作我压力太大，我听听相声，我放松放松，哎，到这儿哈哈一笑啊，你就过去了。哎，不是，我这意思，这事儿就过去了，这事儿就过去了，太好笑了，这相声，多好笑的相声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哎，对吧？我们不成，我不行啊，我压力很大，我得听听相声去，压力就更大了。哎，相声了，有的呢，演员没事，你说跳个舞去，跳个舞啊，跳个迷。现在都说现在这酒吧夜店蹦迪去，要不有这种的，上那蹦极去，也是一种放松。咱说心里话啊，我不知道您在座有没有玩过蹦极的，没有，有机会试试。这压力太大，你这啪把人一扎，你就什么都不用想。这什么都不用想，开启了一个重启的模式。你真的感觉你的人生重新开始了。对，这是一定要蹦极啊，一定要蹦极。有劲我一定带朱老师蹦极去。对，我一定带朱老师到那儿，不是你的悬崖，我一定给他拴一根100米绳子。我一定要好好玩，不能少你这水啊，深陷。对，我自个儿跳了一多大。对不对？也是放松，都是放松。有人唱歌去，唱歌曲 KTV 喊两嗓子，哎，喊一喊。你像多半的，像我们这最近这演员什么喝酒，喜欢搞一点小酒瘾，酗酒。哎，这个，我们哎呀，行了，可以了。说点东西不够你们在里边反应的，你不是听不懂吗？现在酗酒就是这杯喝完了再续上，这有什么听不懂的呀？这个后台好多演员都爱喝啊。然后朱老师，对，我喝完了，我唰就续上。这桌子还真有眼力劲儿，人喝完唰续上，续上。孔志杰，老孔，老孔也爱喝。哎，李和东，哎，我们队长，啊，队长，啊，都爱喝。对，咱们这是三角恋，三角线，三角线，对吧？三角线，铁三角这个配置，一喝就仨人嘛。对，嗯，你一杯我一杯的，就是来不来就喝。对，成三人。对，哎。包袱很高级，这是包袱吗？这对于我来说是啊。你的任务不一定要逗乐他们啊，逗乐我就能。嗯，仨人总在一块儿喝，有时北京也喝，外地喝是最狠的。哎，外地
地老喝。外地有时候我们住那个宿舍，南京、长春、哈尔滨都有那个自己的宿舍。哎，白天没事就开始喝，晚上演出回来接着喝，一喝喝半宿，有时候一喝喝早晨六七点，哎，睡觉。嗯，就是每天生活状态就这样。哎，喜欢搞一杯小酒。哇，不是小酒，那就是喝大酒啊，没完没了的喝呀。有时回了北京还这么喝，那可不，家里边不乐意，对吧？他那你说也结婚了，媳妇也是管着，对，不让喝。谁让我们俩关系好，嗯、老是拿我拉幌子。哎，一问干嘛去？我敬贺兰去了，老是这么说，包括前些日子也是。东哥前两天也是还没出门呢，嗯，又跟一块喝酒去了，又喝一喝。啊，又喝到大早晨，大天亮，倒是没回家。早晨呢，得十点多上午啊，他回去了，等酒醒了，散一散会儿。这样你能说个谎话，这么也好说呀？不可能一身酒气回去了，说谁也不信呢。醒了酒了，早晨十点多回家了，媳妇生气呀，问呢，干嘛去了？啊，又一宿没回来，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你告诉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外边有什么人啊？我肯定没有人的。你要是没有人，我就以为你让车撞死了。啊？这干嘛去了？一宿不回来？我能干嘛去呀？我昨天我跟靳鹤兰叔叔啊，我们这以后过来就喜欢尊重别人。我昨天呢跟靳鹤兰呢，我们一块儿研究相声去了，研究相研究作品去了哈。跟谁？靳鹤兰。我搭档你认识，挺帅的小伙子啊，肯定喝多了。你知道我搭档，我们一块研究相声去了。哎，别在这跟我胡说八道。哎，跟靳鹤兰研究相声去了。我告诉你，靳鹤兰昨天在家咱家待了一宿，他压根儿没走。我去。